我没有收到这个消息。好啊，最近是瘦很多。真的吗？就从上一次看到的。对，就是瘦很多。天哪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昂档戏不是非常的轻松，只能这样讲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微累到这样子，微累到。瘦多少？可能其实也应该没有很多吧，两三公斤这样子而已，也没有到很夸张。因为毕竟我其实前天才去拍内衣的，所以我不可能太瘦，就是太瘦也不太好看。对对，你说微累到是有到那种每天只睡5-6个小时？差不多，可能还少于。像我昨天也是拍到11点嘛，然后今天也是就是早上就来梳化。其实我现在只要不拍戏，就是有请假的时间都是来其他的代言工作，所以我几乎没有自己的休闲时间。有想过，就是如果没有休假那一天，想要去哪里玩？去哪里玩哦？其实就是我自己还是会把握那种，譬如说今天早一点收工，可能还是会去看电影啊，或者是去咖啡厅啊什么。像其实我超想看华灯的，我连看华灯的时间都没有，然后我又不敢乱刷，很怕被爆雷，我就小心翼翼的那个滑那种社群，你知道吗？紧张兮兮的。这应该也是被爆雷了吧？还没。前面两季都看了。对。这是第三季还没。对。所以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说，不要吓我。想要请问你上镜头的时候是在脸部的哪部分？然后为什么？脸部哪个部分哦？我觉得就两大部分，就是肤质跟线条吧。对啊，因为肤质一定就是不想要坑坑巴巴、痘痘啊这些。可是我觉得肤质其实还比较有机会可以用灯光啊一些化妆来帮助，可是我觉得线条这件事情很难靠灯光或化妆来帮你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线条这种东西上镜很有可能，因为大家不都很容易看到我本人就说，哎，你本人比较瘦哎，但其实为什么每次上镜就会有点肉肉的？所以我觉得线条还是得靠自己努力。那么忙，就是感情很难找。几乎是挤不出来，我就说我连想追的剧我都没有时间了，我已经完全贡献给剧组，我现在真的是最连约会时间都没有，几乎没有，我连很多朋友其实已经从开拍到现在是一面都没见过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常常回到家的时候，可能我妈也已经睡觉了，就是我也无法想象。这题可已经回答了两万四了，就是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哎，我觉得新的进度可以了解一下。难不成我要跟着我距离的师生恋吗？不可能啦！就是我真的是现在最多时间相处就是跟剧组里面的，不管是工作人员或演员，然后真的太难去认识新的人。可是因为你对戏的然后照片都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对，超夸张哦！我们这整部剧里面的，就师字辈的都是已婚，不然就是有小孩，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啦，就是有一点那个绝缘体啊，就是哎就不会来问说哎是不是跟男主角，我只是聊看你是不是？对，连我弟弟都，戏里的弟弟都结婚有小孩，是不是很夸张？啊、但反而女生都未婚，杨晴啊、婉婷，就是女生都是单身贵族，很妙。那这样戏会不会有什么避嫌人夫的招数是？避嫌人夫的招数哦，我觉得佑胜就是一个蛮做自己，然后蛮投入自己事情的人，所以其实我们譬如说在等戏的空档，他就会拿他的电脑在旁边很认真的做他可能他的 YT 啊，或是一些东西，所以
我们不拍戏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太多的互动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避嫌吧，对啊。然后私底下其实会聊的事情也都逃离不了戏，可能问说哎收视率如何啊，或者是哎有没有看播出啊，播出之后的看的感觉，我们俩之间的互动如何如何，或是直接带另外一半来片场来找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没，我没看过。对，我笑场了，没听到。我为什么会成为大使？对，还有现在的选优标准是什么？好，害我又有点想笑场哦。会成为大使哦，我觉得很幸运哎，也很荣幸。对，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啊，这样讲包会不会不好？就是我觉得有紧致线条的女艺人应该是挺多的，所以我觉得雀屏中选让我觉得哎超级开心，所以代表说我在荧幕上看起来应该还是挺 OK 的吧？对，然后。选择线材方面，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台上说的，因为现在的医美其实已经不是秘密，然后也非常的风行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安全可靠，然后原厂认证真是超级超级重要。因为我曾经就有朋友，就是我讲的不是这个鱼骨线哦，就是别种医美，就是为了贪小便宜啊，做一些很便宜的那种课程，可是导致就是。会有些蛮不好的后果，我觉得其实，对，因为脸的东西太重要了啦，我觉得不要说省那一点钱，那是没有必要的事情。对，那你对你自己的全身上下线条没有感到不满意、想要修饰的地方？有啊，我觉得我一直受不下，就是我大腿，对啊，就大腿真的太难受了，对，因为我每次一瘦就是比较会先瘦脸啊、腰啊，就是自己露的时候，可以先露掉。所以我就露出我最瘦的地方啊！你看我的大腿屁屁就藏起来了，等到瘦到可以露出来的时候，再给大家看。没有啦，我一直说大腿，譬如说可以穿那种很短的短裤啊，或者小短裙啊，这种意思啦，不要想太多。对，就能聊看，比如说你是女神的公开告白，公开告白过还。他有种在现场告白啊，真的，对啊，他，但是我觉得他蛮有趣的，他不是他演出来那种个性很死板的人，对啊。好的，媒体朋友还有贵宾朋友，大家好，在我身旁这一位，他是台湾孔刘，是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自己介绍不好意思。那旁边这位呢，就是我们迷人又可口的面包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面包。是的。不过我为什么要称呼你为台湾孔刘？就是他刚刚逼我讲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因为自己讲了哈，怎么样？会比较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对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是的。好，首先呢，现在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我们贝蕾丽生计哦，因为贝蕾丽生计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追求美的信念，同时呢，经营理念上呢，品牌技术的制程都是强调科学精神，在效果跟安全上面哦，都是备受信赖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呢，它还获得了美国原厂正货的认。蓝钻鱼骨线，对对对，那我是想要请教一下哈，那就是说，因为他长得越来越像我，那我要如何提升自己才能跟他有所区别，让这个观众朋友们不会傻傻分不清楚？好，其实我们都分得很清楚，医师，这题应该不用回，没有，大家请回答，请回答。我们谢谢孔刘哥的提问哈，是，那。如果孔刘哥想要再更好一点，那刚好就需要我们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。当然啊，我们是精益求精。台下有笑声，我不懂为什么。我也不懂。你临死角嘛。对。刚刚我上台，我就说，女生有的很介意说，她左脸好看是右脸好看嘛，很贴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先问她说，你要站左边还是右边啊？她说看，我说我没关系，因为我临死角。对对对，应该都是死角，都是死角。对，如果说我们使用蓝钻鱼骨线的话，因为它是这个美国医疗大厂原厂制作的，那它拥有像我们这个鱼骨形状般的对称跟强韧，那还有这个蓝钻般罕见然后珍贵的抗菌效果，所以啊，你想要恢复这个找回紧致的线型，那你只要把我们脸上的这里再提一点，这边再收一点，
啊，你就可以。医生是认真的吗？他需要对不对？他真的需要，他没有临时讲。没想到全是他认真的起来。他是认真的说你这里再提一点，那你公器私用，浪费了大家那么宝贵的时间。不会啊，你这样才可以恢复跟孔刘87%的相似度啊！谢谢，87%，谢谢，因为我一直很困扰，他一直很像我。对，是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对，哦，刚刚有提到呢，我们蓝钻鱼骨线呢，其实对称是很重要的，对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一上一下，其实这样也不太好，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，哎，那你觉得我们面包这样 OK 吗？你干嘛推到我身上来啊？你自己在台湾女生追求的就是这个啊。医师，你觉得我哪里需要拉一下呢？如果像面包，整脸都需要是不是？面包这么紧致的脸庞的话，紧致的脸庞，对，其实只要在下巴的线条这边再收一点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那医师，我就问一句，团购有优惠吗？我今天这里有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大家可能会想揪团一下。哦，可以啊，只要原厂在这边支持。真的吗？真的？就问一下总经理跟董事长啊。总经理已经举双手支持了。他刚刚挥手，意思是说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是。那今天与会的嘉宾呢，还有我们媒体先进朋友们呢，因为呢，大家加我 LINE 好不好？我揪团，我揪团。我们总经理还有我们邱医师呢，其实都在现场啦。对，有时间就抓着他，看是加 LINE 的加 LINE 啦，私聊啦，把他的那个手机抢走的抢走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想办法跟他有一些人与人的连接。我先请邱医师去坐在我们两个的位置，等下等我们两个，好不好？就去那啊，好，我们慢慢私聊，好不好？那等下还有很多问题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请教邱医师啦。是，谢谢。谢谢美丽的爱线大使，到底他会从哪里出现呢？欢迎周小涵。欢迎，哇，女神，好美哦！真正拥有梦幻紧致的轮廓，我们的爱线大使周小涵。嗨，欢迎，欢迎，耶！我们先让媒体朋友补个画面。好，哎。那麦克风先给我好了。对，那孔刘你那个对，离远一点是吧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先看我们正面啦，啊，我们看正面。麻烦我们摄影大哥啦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，谢谢。好，有需要补画面的媒体朋友，随时告诉我们中间。来，中间。左手边、啊，最左边有一期哦，我们不要忽略它。是，谢谢。那大哥们呢，都爱好摄影啦，有一些呢是要这个抱回去给公司的，有一些是他们个人珍藏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大哥真的有这么想吗？有，他们都有跟我交流。好，眼神的交流，很棒。要转个方向的哦，背啊，哇，小涵这个美背，哇，你刚刚有看到吗？你不需要孔刘，你真的不需要，谢谢。谢谢小涵，谢谢。哇，小涵的称号很多啦，收视女王、国民女神，还有我们的逆龄美人啊，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很荣幸呢，担任我们这个品牌的爱线大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涵。对，很开心这一次可以担任贝蕾丽的美丽现形大使。然后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想要拥有梦幻形式的线条吧，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想追求的。对，连我也是。一定要啊，尤其是我觉得过了三十岁以后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上镜头，对，我觉得上镜头如果有很漂亮的线条，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情。是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小涵的脸型真的非常完美，于是乎我就离他很远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不要站到他旁边，有自知之明是好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因为呢，在追求美丽的路上呢，大家都要自己的身上啊，没错，要追求梦幻紧致，蓝钻鱼骨线是非常好的一个推荐，要用就要用原厂正货认证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推荐不是随便讲讲哦，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共同宣誓的一个环节啦，签署仪式，嘿，是的，那首先呢，签署仪式当然不只有小涵啦，我们要再度的来邀请胡丽丽总经理来到舞台上方，跟你的小涵一同来签署啦。来，哎，
口罩，哎，那个总经理，不好意思，嘿。好 ，OK， 请两位共同签署。美丽现行大使的完美新主张，爱线美丽不受限，爱线就线，共同宣誓，签署完成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台上正前方来合影一张呢。有没有什么 pose 的？比如说笔还放在这里，有没有哪一种？我们官方摄影可能需要。来，中间是我们的官方摄影，对，我们来一张，对，笔还放在那里的，对，中间举手这一位，谢谢。给官方摄影一个画面啊、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两位就来个美丽的 pose 来拍张照，好不好？笔我可以帮你修一下。来，两位我们在正前方来合影一张。那希望能透过这次的合作呢，告诉大家借由选择单纯安全的医疗线材，每个人呢都可以拥有紧致的线条，我的线条由我来做主。没错，哎，左边我们看一下左边哦，两位，谢谢。那要请两位先留步，我们先把这个签署的证书稍微收一下。是，我们要拿出护背啦，护背表框、哦、这么大一个啊、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由小韩代表贝雷利生技来颁发钻石级首席种子讲师的讲座。给德贤美医诊所邱盈俊医师热情的掌声，欢迎邱医师！再次掌声给我们邱医师。我建议待会儿再去合影一张，谢谢。请班长，也谢谢邱医师。是的，那我们也合影留念好吗？我建议一起，我们一起合影。好，他们先是不是？好，来。是。邱医师呢，也是全台湾唯一呢，仔细有看过我的脸，觉得我需要加一点什么的。觉得你87分像孔刘的人。是。对他们。